好，2013年嘅第22題，咁佢咧就話咧係一個三角形 ABC 當中，咁所以好自然咧就畫個 ABC 嘅三角形先啦。咁然之後根據啲邊長嘅比例咧，85:17，我就 label 咗落去啦。85:17，因為 AB 係8啊嘛，BC 係15啊嘛，AC 係17啊嘛。嚴格嚟講應該8K、15K 同埋17K 嘅，咁但係做 MC 我哋通常都快手少少就唔叫 K 噶啦，八、十五、十七邊長咁樣就算噶啦。咁但又留意喎，呢個三角形咧，原來係符合畢氏定理嘅喎。最長嗰條邊係17，八嘅二次加15嘅二次係17嘅二次。咁所以我哋見到，既然符合畢氏定理嘅逆定理咧，我哋就知道最長條邊對住嗰只角就會係一個直角。咁呢、這個去到畫到呢度先知道呢個係直角啦。咁所以咧，唔係咁好睇，所以將佢再重新畫多次，似翻只直角擺喺呢度啊，八、十五、十七喺呢度。咁 cosine A、cosine C 我哋都望到啦。cosine A 就係輪邊除斜邊啦，八 over 十七。cosine C 嘅話就係十五 over 十七。比即係除啦。咁所以咧，cosine A 除 cosine B， 咁啊約簡嗰份數即係八 over 十五，答案咧就會係 A 啦。